今天要来剪头发了。早啊！来拍个 vlog 哦。vlog。对啊。我也不知道怎么调角度。我最年轻了。就你。是啊。那高级。干嘛？就要打给游泳之教哎。没有。这个好像也真是，要有一台哈。手机就可以了。啊，你真的在拍啊？真的拍。可是剪不剪得出来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哎，真的是很好玩哎。平常都是来这边剪这个西瓜皮的，这算西瓜皮吗？不要讲西瓜皮。第一头，人家是妹妹头。第一头好吗？可以啊。不要改变啊。就平常样子哦。你有看昨天那个新闻吗？你说那个铁轨那个？捷运那个。对啊。很帅，你看新建设大楼上面有挂吊臂，不要靠近。真的啊，我都很害怕，我每次都要看一下。哎、欸，路段在哪里啊？这次文心南路。啊，上次那一次、啊。背对。那刚才皮肤最近比较白。有吗？嗯。是苍比较好。苍白是不是？没有啦，比较红润啦，你不觉得吗？还好。多尝试几次，可能就会找到更好的方式。嗯，对嘛，总是要让人家很自然自在啊。对啊，第一次会有点小紧张，就是。你还真是不容易耶。有没有？啊、真的是的。可是慢慢习惯就好了。没办法。天门麦克伊的。哦，真是。我还没有去过。真的假？不要去，花那么多钱，到底有去？多少？那晚上要1000多啊。还要自己加一个150块，因为什么意思呢？日本纸哦，哦，粗糙，这个叫马吊，叉叉。其实你是真的可以吃像大胃王那样吃吧？我没办法这么，我吃东西都很慢。啊哈，你的身材不是很会吃的哦。我都是慢慢吃。人家以为看你这样瘦，会觉得你很会吃。我的那个食道这边很小。所以我在进食的时候是必须东西嚼得很小。哦天啊，真的、哦、如果用大胃王那种方式吃、我会倒胃哦。哎，怎么吵？嘿，你跟你在训练呢，要不然就这样子把那个剪掉。应该说他们还要习惯那种进食的方式。超好吃，嗯，就超臭。最真实的，真是现在呢，进行到了其他这一块。好，介绍一下。要介绍一下。人家都把自己进来，然后就是啊、到门口了，然后就剪这样。哎，我剪好了，然后出门了。人就一看一看。对呀、啊。准备好像自己也在跑那一种感觉。这样就一刮，可是还是会有人想要看呢。就是这么神奇。神奇哦。所以那个被拍的还是啊，要有观众的。真的。又不是每个都像刘佩那么帅。对啊，老婆。看刘佩帅吗？这个很主观嘞。打野有人刷不帅。那是你的菜。有人刷不帅。没有，我觉得他不到帅的那个。男生就不爱呀、啊。但是我觉得他是有个性。好啦，我剪完头发啦，又变成短发的西瓜皮。啊、OK。小飞也可以录镜一下，你看他这么安稳。他是在睡觉还是怎样？他在望着那个外面吧，有吗？有张开吗？有啦，张开的啊。你知道要拍一个宠萌宠是多么多么辛苦的一件事。对呀、啊。所以有一些人他就会利用这一台。哦，放在地上哈，那个红玫瑰耶，不然拿手机很累耶。对啊，好啦，那就先这样啦，拜喽，拜喽，拜拜。